绷带是使用 Ringside 的3米5的绷带，一开始到粘扣带先拉出来，先找到扣环，先扣到大拇指，完了以后把绷带的时候不用太紧，你不能太松，就顺势绕到腕部一圈，啊，保持一个固定的，不要松紧程度，完以后再大拇指一圈。完了，我们主要是保护腕部跟指骨，所以说来哦，先开始保护指骨，从外侧拉到食指的下方以后来垫步。一个人的话，就用大拇指夹住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。哦，有些人是绕这样绕。上面后下面后的话会不好握，变成第二节指骨会突出，容易受伤。五层完以后再往上绕一圈固定，顺势从手到位置绕到拇指下方，就三看到三个指缝，进去三个指缝之后，进去的时候要拉个力量让它固定住，在中指无名指缝固定住，食指跟中指跟食指指固定住以后，让它横着玩，再来个横的竖的把它包覆住，来把这垫步的地方固定住一层，这个一层固定以后，剩下的搞到绕到腕部来就固定住了，刚好最打击面这一部分就有很厚的保护层了，又安全又不会受伤。好，谢谢。